孔子来了。父母呼应勿缓，父母命行勿懒。小西瓜，小西瓜，小西瓜！哦，什么事啦？哎呦，小西瓜啊，那个电视哦，不要再看了啦！你帮妈妈哦，把那盘那个萝卜糕拿去隔壁张阿姨他们家给张阿姨吃吃看，看看好不好吃，好不好？哦。好了，啊，你赶快去呢，等一下要吃饭了哦，哈。这一段节目正精彩哦，还叫我送什么东西？啊，秘密武器。嗯，哎，小西瓜，你怎么还在家里啊？啊，妈妈不是叫你把那个萝卜糕拿去张阿姨他们家，你怎么还没有去？哎，那个萝卜糕冷掉就不好吃了呢。哦，妈，等我这一段看完再去。哎，不可以，你现在就去。哼，从刚刚叫你到现在，你的屁股还一直黏在沙发上面，到现在是怎样？连回我话都不想理我就对了哈。哦，妈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在念啦？念到我心情都觉得很烦呢。我不过就是看一个电视而已，待会看完这一段，我就会把这个萝卜糕送去给那个张阿姨啦。哦，孔子来了。哎，小西瓜，你妈妈叫你做事，你怎么都不听话呢？就是啊，哦，一直叫一直叫，现在是怎样都还不动。这样子这么不听妈妈的话，妈妈怎么疼你哈？哎，孔老师，我啊没有说我不去，我只想说把这个电视看完，就要把萝卜糕送去给张阿姨啦。哦，那你啊一定没读过《弟子规》啊？《弟子规》是什么乌龟啊？乌龟不是那个龟，是规矩的规。《弟子规》呢教我们很多的道理，里面啊有句话就说。父母呼应勿缓，父母命行勿懒。父母呼应勿缓，父母命行勿懒。孔老师，弟子规上面说父母呼应勿缓，父母命行勿懒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，父母在叫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要马上应答，不可以慢吞吞的才回应。那父母交代我们的事呢，也要马上动手去做，不可以推迟、拖延或是偷懒。啊，孔老师，那我这一次是不是又做错啦？当然啦，妈妈叫你把萝卜糕送去隔壁的张阿姨家，你还一直忙着看电视，你应该啊马上把电视关掉，赶快把萝卜糕送过去才对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妈。我知道错了，那我现在就赶快把这个萝卜糕送去给张阿姨，好不好啊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说哦，你等一下哈，回来的时候在巷子口那边啊，啊，你记得要用妈妈昨天给你的零用钱剩下的，去帮妈妈买一罐酱油回来。啊？怎么这样子啊？我还有很精彩的又点点名还没看完呢。父母呼。应勿缓，父母命，行勿懒。啊，刚刚孔老师才说完，你马上就忘记了吗？没有忘，没有忘。好了好了，我去就是了啦。这个臭小鬼，终于出门了。哎，孔老师啊，我跟你说哦，今天哦电视要播那个我最喜欢看那个韩剧的精彩大结局呢。哦，你说我怎么可以错过嘞？当然跟小西瓜去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们赶快坐下来看了，要开始了。小朋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教大家研读的就是《弟子规》。在《弟子规》里面有很多充满智慧的话语，也教了我们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就是“父母呼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”。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当爸妈在叫我们的时候，就要马上有回应。如果爸妈交代我们去做的事情，也要立刻动手去做，这样才是勤劳又孝顺的乖宝宝哦。
快乐 every day。哎，香蕉哥哥怎么还没来呀？啊，西瓜哥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哦，哎，香蕉哥哥，你刚刚去哪里啦？哦，刚刚啊，我去找了一个保特瓶，把里面装满水，这样啊，可以帮助我们家的马桶省很多水哦。哦，用保特瓶可以帮马桶省水？我不太懂哎，香蕉哥哥，你可不可以教教我啊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我先来考考你。OK， 没问题，尽管考。那西瓜哥注意听咯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呢，可以做很多节约用水的动作。那哪些好习惯可以帮助我们节约用水呢？一起来看看布告栏的提示。第一个是用莲蓬头淋浴，第二个是随手关水龙头，第三个是用大量的水洗手。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？哦，现在啊，又到了唱歌跳舞的时间了，赶快跟我们一起来扭一扭，动一动，待会再来告诉大家正确答案喽！猜猜答案在哪里？等等回来告诉你。小朋友，欢迎参加悠悠 Party。
今天有两位帅气的小朋友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许维杰。维杰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拉伯浩。今天的 Magi 是维杰和博浩，两个人是十分活泼好动的小男生。听说维杰的英文顶呱呱，而博浩则是一个充满喜感的搞笑王。这个特别的组合，今天要一起来做什么呢？维杰跟博浩，你们两个今天要一起做什么？一起堆积木。那两个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那我们要一起出发去堆积木喽。Let's go， 我们要一起堆101。哇哦，这边有两位非常厉害的小小建筑师，那请问你们两个现在堆到哪里了啊？我们现在可以堆200台车的停车场。哦，这么多台车子哦。那博浩，你现在在堆哪一层楼了啊？我现在在堆第9层。第9层哦，那第九层上面是卖什么？鞋子。鞋子，那探哥哥可以给你买鞋子吗？是哦，那我要买5双鞋子，好不好？我的停车场盖好了，我来帮你一起盖一点。好啊，太阳哥哥，我们找一个橘色。橘色，我找一下哦。这边，给你们，加油。太阳哥哥，我最近想要买棉被，我可以帮你打折。这么好哦，好，那我一定要跟你买，那你赶快盖好不好？加油哦。你们两个为什么要一直压它？这样才不会倒，这样才不会倒。哦。我现在要做一台车子。我现在我要做一台彩色的战车。高级的大楼，再加上超级大的停车场，这两位小小建筑师很有规划的把他们的作品慢慢的完成喽。我的推土机完成了，我的战车也完成了。Hello。哇，金屏幕都堆好了，那车子怎么都在排队呢？因为他们要去停车场停车。爸爸，快点。停好了。太阳哥哥，我们可以一起逛街了。好耶，那我们就一起出发。66周。
快乐 every day。聪明的小朋友，你们都猜到了吗？到底哪一个才是节约用水的好习惯呢？是用莲蓬头淋浴，还是随手关水龙头，还是用大量的水来洗手呢？正确的答案是用莲蓬头来淋浴，还有随手关水龙头。如果小朋友洗澡的时候是泡在浴缸里面，这样就会用到大量的水，是很浪费的哦。如果你洗澡是用莲蓬头淋浴，这样就可以省很多水哦。没错没错，洗手的时候啊，只要用适量的水呢，就可以把手洗得很干净哦。用完水龙头一定要把水龙头关紧，才不会浪费水资源。香蕉哥哥，那你可不可以教我如何用保特瓶来替马桶省水了呢？没问题啊，小朋友可以把装满水的保特瓶请爸爸妈妈把它放到马桶的水箱里面，这样我们每一次我们冲马桶的时候就可以省很多水哦。哇，太棒了，谢谢香蕉哥哥的省水妙方。那小朋友你们都要记得哦，我们要跟你们说下次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wi 姐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按下订阅键。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内容的话呢，也记得看这里。